济公活佛辞去功果圆满回了一天，每一分一秒的生命，善用自己尚有这个肉身的时候，赶快实修实做，徒儿有实修可以使你们的灵性达到光明圆满，徒儿有实做才有实质的功德可以回天，如此才能让你们的灵性达到清清的状态，而后才能超脱三界五行之外，让灵性回归到不生不灭的无极里天。然而要让自己的灵性超出三界五行之外，回归到真正不生不灭的无极里天，你们在人间就必须把功德建立圆满，把自己的心性修至圆满圆融光明的程度。在平常的时候，你们的心性就要是光明的圆满的，在平常的时候，你们所说的言语就要是纯正的，是无污染的，是有启发性的，是有建设性的。在平常的时候，你们的身所行出来的就要是合乎道德伦理三纲五常，行为要有德性，要给他人温暖，给他人希望。